我刚刚看了楼下的房客，我觉得蛮特别的啦，就一定要看到最后才知道结局，然后会让你去想一想，那没有冷场，所以看了还蛮过瘾的，然后在这里推荐。实在是拍得太好了，没有想到我们的国片可以拍得这么惊悚，然后还有里面的音乐处理啊，包括最后的歌曲都用英文歌曲，就是有国际观。音乐指导崔振东啊，因为以前他是我们 Sony VNG 的老板嘛，所以他对音乐是非常的讲究的。然后所有的画面看起来都不像是一个新导演啊，所以这个摄影师的这个角度啊，拍摄的角度，还有最后的结果，让你看了真的有一点难过，但是又有一点过瘾。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看的国片。太恭喜崔导演，太恭喜艾登了。没想到这么一个资深的新导演可以完成这么大的电影，那电影非常非常好，有太第一流的剧本结构，第一流的演员，第一流的音乐，第一流的摄影，我觉得每一个地方都非常非常好。而且他真的楼下的房客，他建立了整个台湾电影迈出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真的好高兴可以看到台湾电影有这样的一个类型哦。所以这个类型是要花很多心血和金钱的，还有很多很多人才的投入。看了之后觉得太难得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惊悚片，但是它是一个喜剧片，而且它是一个剧情片哦，它真的是有凿开人性的镜头，太屌了。这个我现在说实话的话，不知道九把刀会不会很不高兴。我觉得电影比小说好看。那我觉得胆子也很大，拍成这样一个电影。其中的很多，我觉得节奏让这个戏本身的这个原本在小说里面的那一些灰暗或者是不安，它减轻了很多。所以在观赏的过程，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电影，然后这么大的一个荧幕，如果是真的完全按照那样的一个灰色跟阴暗的感觉在走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多观众会受不了。就像导演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类型电影的确不容易拍，然后不管是预算或是各方面啊，包括说这个有一些审核的关卡，对不对？也不过也还好，有像现在这样的电影分级啊。那我觉得其实蛮值得来看的。恭喜导演，恭喜柴姐，然后楼下的房客，如果你成年了，可以来看看这个电影。大家好，我是北村芳晴。其实我这一次也有演有一个胖老板这个角色，前面出现，所以就一下就没有。但是我为了这一部，开始健身。本来不知道是我要演这个胖老板这个角色，所以我拼命健身，所以就，我的全裸，我的第一次全裸的演出。然后，其实我是有看过剧本的人，然后大概有想象到怎么样，但是结果真的是比我想象的还豪华，还惊悚，蛮恐怖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立昂。今天在楼下的房客的首映刚刚出来，然后看完整部片，觉得整部片非常的特别，而且音乐让我无话可说，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因为我知道这部片有管弦乐团，我是在管弦乐团的演出，然后特别留意音乐的部分。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呢，在看剧情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氛围已经让我无法去听那个音乐，那个音乐跟影像是完全合在一起，我只觉得很震撼。楼下的房客这一部电影真的是少见的国片氛围可以营造的这么好，整个国片的气氛，我要想在近几年来，我大概是看过是真的是我觉得让我最坐立难安的一部了，真的，所以一定要来看一下。我真的觉得这个戏拍得很好，然后虽然它题材有点特殊，可是它所有的制作、所有的团队是非常用心，包括所有的表演。那我觉得是让所有的观众进到戏院以后是一个重新的一次观影的经验。那除了一些小情小爱的电影之外，这个电影
我相信会让你耳目一新，然后同时会绝对国片更有希望，更有未来的一个很可能发展。我觉得这个戏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只想跟大家好就推荐跟分享，就是哇，好久没有看到这么过瘾的一部片子，是很过瘾，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那是有多么的丰富，多么的过瘾呢？一定要试试看，试了你就知道了。楼下的房客，整个戏还蛮变态的，集合暴力和情色的元素，非常的强烈，镜头感非常的强烈，然后剧情的铺陈到最后才发现事实。这次选角选的蛮厉害的，蛮好看。如果大家对于那种比较研究变态心理学的剧情，对于偷窥这样子的一个题材有兴趣的话，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电影。而且很难想象它是崔振东崔大哥的第一个作品，很多感觉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多的电影语言镜头语言非常的让人玩味，很精彩过瘾。刚刚看完楼上的房客，就觉得在大堂被子里面所有的演除了韩漫很精彩的演技以外，其实有演技的很大的突破，非常的很深沉很血腥，是一个很棒的类型片。我觉得台湾就缺少这个类型。我对这样的类型片，对这样的限制级的题材有兴趣的，就欢迎8月12号要进戏院支持楼下的房客。刚看完了楼下的房客这部电影，觉得虽然知道大概可以猜得到他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好像还是情绪会被带着走，还是没有办法抽离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部蛮特别的类型片。如果各位朋友你有那种想要接受一种挑战，然后是感官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刺激的话，然后我们跟你推荐8月12号楼下的房客。楼下的房客，楼下的房客，楼下房客，楼下的房客，楼下的房客，楼下的房客，等你哦。